嘿、hey, ，欢迎！这里是廉价郎的民事游戏频道。不管你是狼兄弟、纯 A 友，或是第一次来的朋友，你们好啊！由于从我制作《真人快打11》的影片以来，便遇到许多人询问 PS4 版的《真人快打11》怎么切换中文，所以今天就来快速解说一下怎么切换。这应该也会是制作《真人快打》近10支影片以来，难得可以开盈利的一支片啊！哎，至于为何先前不能开盈利，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。详见右上连结。好，首先许多朋友会发现，明明 PS4 版真人快打11标示支援中文，但在我们进入游戏后会发现依然是英文版的界面跟字幕。这时候跟我一样英文不好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Fuck this. Fuck. 没错，就让我们先退回 PS4 主选单，接着到设定语言、系统语言，选择简体中文。接着我们再重新进入游戏，没错，界面跟字幕就会切换为简体中文版。Fuck! You see this? Look at this. In PS4 版《真人快打11》目前只支援简体中文。所以各位朋友只要进入游戏前将主机系统语言设定成简体中文即可。以上希望有帮到各位朋友，也感谢各位的观看啊，还有难得可以开盈利，就来加码大放送个终结技啦。